嗯，好多灰啊。是啊。口罩也没戴。不用不用搞不用搞，那这别动别动了，刚刚水浇了。我叫你别动了，我技术不好。可以吗？没。今天呢，小峰带着我。走走直走，你是直走，你不要走这里来了。别动！我怕他追过来，前面有车啊！爆胎了，你看这个眼。你等一下，找好地方上车。我跟你说，我的技术不行的。要跳车吗？跳车可以啊。我坐在后面，我都心惊胆战的。有虫啊！我最害怕车了。有灰。哎，闪你眼睛了！啊！我不骑了，我不骑了。走走走走。不骑了。这条路太大的灰了啊！不骑了，不骑了。哇，真的是，刚才那个灰直接搞到我眼睛了，不骑了，你骑。哎呀，你不要下来呀！你偏什么嘞？那我不上来，我怎么刹车？那你下来呀，你不要把车搞偏了呀。这奇怪哦。还把车放倒哦。是你自己弄的。我放倒。回去不拉你。吹泡泡了，轮胎也吹泡泡了。这么大。什么情况？爆胎了。完蛋喽。现在呢，师傅正在修啊。师傅现在在这里打这个字母液，用那个蜡条塞蜡条是不对。小凤跟这个师傅说要给他贴一点，师傅说开打了字母液。你这个车胎太薄了，这个老板说不薄，刚换了新轮胎。现在小凤呢也在旁边看哦，因为今天带他去市里面，结果在路上就被扎钉子了。肯定是在农村扎的。不知道在哪里扎的，路上扎的呗。薄了，这老板说你这个车胎肯定是当时买的时候买到便宜货、假货。是吧？你要相信专业。我这个胎才换了没多久啊。就说太薄了，换的。不说久不久的问题，一薄后它也再要扎，还不是照样扎。他的意思是补进去不好补的都漏气，懂吗？漏气。哦。他这个轮胎有几十块钱的，有上百块钱的。嗯，我知道啊。你肯定是换了几十块钱的。都是上几十块钱啊，就是五六十啊，七八十啊，就这样子。七八十的轮胎后胎能不能装那么少呢？嗯。七八十的轮胎都。不好用啊，好用就不会扎胎了。扎湿轮胎都很薄的，可以了。好吧，打工给你。好吧，好一了，快回喊给几个了哦。够了。够了，几钱？15块。哦。15块是吧？15块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梅哥。今天呢，从山里面出来啊，出来走到半路上就发现这个轮胎没气了啊、哦。然后刚开始以为是那个气嘴那里坏了，结果开到这个路边摊这里修这个电动车这里啊，发现师傅检查之后发现是那个轮胎上面扎有东西啊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给扎上去的，哎，反正。我这个胎啊，刚换了不久的，现在呢，又被扎了，哎，太倒霉了啊，只能说。走了，老板，你开车。你开，反正扎坏了我又。走。那个刀掉了，走这边。刀放下面就被你搞掉了。怎么可能是我搞掉你骑的车啊，大哥？你骑的车，我在后面坐的，那个刀放在脚下的，现在不见了都。扛不了干政了，今天，哼，老是喊我给你
砍甘蔗，结果今天都刀都掉路上了，都捡不到了，估计这么远了都走了。走啊！刀都不见了。走，上车。